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，他到人间来救度众生，就是农历的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。这一天呢，大家呢，我们所有学佛的人都会啊普天同庆，连天上都会非常的发喜，所以会有很多的菩萨到人间来。所以六月十九这一天呢，希望大家呢沐浴要洗干净，然后呢早上呢就要烧香啊，然后呢整个一天呢最好念经，然后呢要不停的许愿啊，然后呢吃素。这一天呢，因为护法神各路菩萨全部都到，所以呢你这一天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菩萨记在啊一个啊功德本上。所以在这一天呢要多做，并不是平时不做啊，这一天当然更要做的多啊，多做功德，多做善事。然后呢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因为当观世音菩萨那个慈悲的那种啊法喜，慈悲的那种啊磁场感应到人间的时候，人会有不同的感应的。